即个咱拍开62啊。头前是讲到迄个五祖带即个个慧能离开来到九江野，啊，伫船顶要甲伊载过了。慧能讲未时师道，五鸟自道。即嘛送过到九江野了后，五祖甲慧能大师讲，你去三年了，我着。即世就离开世间，啊！你向努力向南行，啊！若有甚物款的未拄好的，那么你较紧讲安尼。那么因俺对即个个慧能施为作揖，发足南行，两国中间志在如岭，着后数百人来欲夺衣钵。一经属性单名慧明，先是四品将军，性行粗糙，极易参心，为将人生叹及慧能。那么慧能，失掉的这个个五祖弘忍祖师了，准起行向南行呢。向南行，才行2个月，才来到这个大陆岭呢。那么当初，伊伫这个新兴关，去到伊的故乡伫遮，伊伫这个所在去新兴，来到这个东山寺，伊是行一月外日。啊，即马伊呢，伊即马搁在伫遮。行来到这呢，等于行差不多1/4的路，行2个月外安尼。啊，这个绝对有问题。啊，怎样呢？一半行半迷的款，唔敢像当初讲直接去，安尼行1个月外，现在来到这才1/4的路途，安尼行2个月，这个应该伊知影后边有人去干扰。哦，啊，半走半迷，半走半迷啊，都来到这。那么来到这，都迄个陈慧明较解决着安尼。哦，这段时间讲安尼哈，看咧哈，看咧，陈慧明解决着。哦，因为这个陈慧明吼，伊个性较粗鲁，个性粗鲁呢，所以比别人较大先高安尼。那么是安怎？伊开走了，慧能离开了，人就入来。哦，就是即马有只有一个原主哈，原主讲五祖送慧能过九江野了后，回去经过几日，拢无去讲堂呢，拢无去讲堂呢，所以大众总疑问，准去问伊，有疑问准去问伊，讲师父。你是不是有这个小病？是不是你的身躯不好，还是你有什么烦恼？就问伊安尼。那么问伊安尼了后呢？伊讲病我是无啦，但是伊个发伊向南去啊安尼。那么这个家人就问讲，那么是传授给什么人？伊讲五祖甲伊讲灵家得志。因为安怎呢？几天来，我那是无看到慧能，所以这个五祖甲众人讲，这句话有两种的解释啦吼。当然，有道者得，无心者通。这个就是后边慧能大师要立要完结的进程，甲这地主讲的。那么这句灵吼，我那是给讲灵力的意思。也会使讲有德行的人，也会使讲有达德传承的人，有那是给讲慧能的意思。吼、哦，所以灵者得志，所以有一句话了，在大众就讲去解问的人啊，听到就知影。所以知影了后，才开始对的，照看是安尼，吼、哦。那么这就无甚物通好，搁再解释啊，来搁再读过来经文。
啊，迄、那个恁大概看一下就知影，安知影吼？那么搁再来就四页过来，慧能，因为这个个慧明吼，慧明已经加入掉啊嘛，已经加入掉啊，入掉了，这个慧能，但下一波五九上，我出于表现可力精也。灵运初梦中，慧明智提作不动，乃梵文行者行者，我为法来不离依来。慧灵虽出攀造照相，慧明作例文望行者为我说法。那么这个是经文安尼念。那么这个白话就是讲，因为这个个四品将军的这个陈慧明已经入掉啊，应该慧灵有看到，慧灵有看到，所以就将伊迄个左衣阿甲五座团仙和伊迄个钵，这个叫做衣钵，总甲藏伫迄个石头顶安尼。但是伊慧灵大师慧灵伊甲讲，因为这个衫裤。是表示的这个信物，就是这个传承的信物。那么敢会使即，吼、哦？你想讲要摕，就摕去，是不是？所以伊开始讲就讲可力精也安尼。敢会当讲用你的能力来争取，就会当得到。所以这个慧能尊温藏温伫迄个石头后边，迄、那个草丛内底林安尼，吼、哦。那么这个慧明到了后，伊就想讲，迄个时阵的慧明哦，事实讲心内还阁真无正常诶。看到迄个左衣甲迄个钵，伊就要甲退啊。按算讲退掉就是伊个啊，退掉伊个呢，等于就讲，安尼若甲我退掉，就是等于未来，就是我第六代祖啊。伊个想法是可能安尼。伊这个时阵如果那是知影讲这个物件传承是五祖传承给慧能，应该伊都唔通叮当，所以这个时阵的慧明无名利，哦，应该是无名利。那么无名利，伊较会要去甲退咧，但是退了袂叮当，伊个迄个时阵有一个感触啊，就知影讲唔对啊，所以伊这个心一个就转过来，转过来了后呢，较准叫一句行者，行者。行者就是个叫慧能，大慧能，因为慧能伊本身头毛还阁老掉咧，老掉咧了后呢，所以伊还阁无出家，所以这个陈慧明较改叫行者，行者。伊讲我就是为着法来，我唔是为着啥苦来安尼。即句话有一点啊假啦哈，安听好无？有一点啊假，人讲假善假答安尼，吼、哦，因为伊。八百度的转弯嘛，他讲我唔是为着这信不来啊，我是为着法来，所以迄个中间慧明慧能卡出来安尼，慧能出来了，吼、哦，出来了呢，攀坐石上，我那伫外口迄个石头遐坐，吼、哦，那么慧能卡伫遐慧明啦吼，看慧能坐伫石头顶，伊卡伫迄个所在作礼拜师安尼。做咧拜师，伊讲望行者为我说法，吼、哦，这不得已啊，伊无变话袂使啊，啊无说法，那要照讲咧，弘忍祖师嘛讲袂少好听，安听吼，啊，这个新秀嘛讲袂少好听，伊应该当初就爱真够问啊较对，无代无志走来去问慧能，讲要甲说法，吼、哦，因为慧能伫迄个去到弘忍祖师遐，才八个月尔咧。啊，佫予一般的人佮轻视咧，那会讲叫佮说啦，所以这是不得已，佮讲为我说法安尼，啊、哦。那么这个中间，佮既然慧明请教慧能，请慧能佮伊说法，吼、哦，啊，佮尊重伊是咧行者，所以慧能闻。他讲：“你既为法而来，可秉摄诸言，不生一念。我为你说安尼。那么明良久，慧能远，不属善，不属恶，
假冒那时，吼，假有某时，那个是名相做本来明白安尼。这个时阵你甲讲，那么这个冰释诸缘，吼，这个性，是安怎讲爱冰释诸缘？那么这个咱甲看这两段意思，一个，伊叫冰释诸缘嘞，先冰释诸缘安尼，吼，不生一念嘛，吼，冰释诸缘不生一念。那么这个色就是知色，忘掉一切因缘，忘掉平常时你六根对六尘所生的色安尼，所生的色哦，冰释诸缘，知掉一切诸色妄想，就是这个平常时咱有去接触到这个个色声香味触。在一切法就是世间常在，哦，因为在内容储存伫咱人的心性，就是由咱人平常时攀缘所落入的。不过咱今仔日呢，无可能冰性，为什么无冰性呢？当然会顺这个业性，起心动念再分析安尼，一般是安尼，但是要冰释诸缘吼。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，要很注意这点。不过你如果是没冰释诸缘的话，心不能得到定，绝对不能得定，要注意这点啊。心没定，那么当然的心思动念，如果不是妄想就是杂念，这是必然的。但是要叫你说不思善不思恶，这个是比较没什么可能这样，哦，但是这段中间，伊家己讲，不过伊即时就有这个水准，安尼就是这个虽然陈慧明，伫迄个五祖迄个所在出家，可是伫遐加减啊有听过，加减啊有学过，吼，伫迄个禅定应该是加减啊有学过，照甲看是安尼啦吼，吼，但是进来底伊搁在引力啦吼，引力一段团定落沙，就是讲这个达摩。迄，那个内容内底讲，初期少林寺九年，就是讲因的达摩祖师伫少林寺九年呢，伊为五祖为二祖说法的时阵讲，讲外色诸缘，内心无串，心如墙壁，可以入道安尼。这个是给讲定的意思。那么这句啥呢？讲外色诸缘，就讲你莫向外。因为本来众生的心思动念，差不多由外向影响来，应该大家知影，差不多是安尼啦。在杂念妄想中离不开外缘的思路，咱一般的人是大概拢安尼，吼。所以以前内底较解讲，你是不是会当外色诸缘？那么这句话哦，伊甲内心无串吼。这个串是串色的串哈，这个就是色之妄念了后，搁迄个呼吸暂时停止安尼，哈，这个意思是个讲安尼，因为这个串就是气的呼吸呼吸，所以即嘛这段中间叫停止，以及妄想之色，搁呼吸停止。但是这个心亲像墙壁，安怎墙壁呢？就是卖阁互杂念拍入来安尼。那是平常时有保护这种的水准就对，安尼可能在这个定境中会当达到的这个智慧开发，不断的安尼。所以这个在这个机关内底，在这个个幸福之道内底，就跟咱讲到，迄个的内容大概有类似安尼。吼，迄个五种的内容应该有安尼。哦，塑性，头是塑性，啊来咧，来就是，这个心想迄个性卖算，那么来有一段时间较停止，安尼慢慢慢慢入来，所以这个呢，伊二，迄个个达摩祖师就甲这个二祖讲，讲这种的情形，我色诸缘，内心无串，心如墙壁，可以入道安尼，就讲。卖搁再互外真境入来，拍入来咱的内心里，啊、哦。那么这东西回海来讲，万缘古转，
蔓延的啥物呢？咱人的一切心思动念拢哪会当停止的意思？安尼呢，一切发生的空，发生那空，就是一切处无心安尼。但是这个是定呢哈，这个是定。就是讲每一个平常时咱攀缘的，你卖搁再起心动念，哦，就是、包括妄想杂念，这个是达到定境。那么这个我有甲诸位讲过吼，经验中我甲诸位讲过。如果你若是入到真正的定，真正会当安尼，你连你的杂念妄想拢无，连你的身躯嘛无感觉讲你有这个身躯，你一定会感无迄个感觉中是一片的虚空安尼尔，迄个才是真正的定。亲像讲，恁甲空无主讲解梦的代志，吼，多数机，迄个数机拢总无感觉，无感觉你有一个身躯安尼。动物大通，就是你的身躯已经进入虚空的这个大道入去安尼，无一个我会感觉啊。吼，这点是我个人有这种的作用出来，安尼了解吼。这个是电经中，你的身躯无，这个叫做做梦了，动物大通，吼、哦，这个是差不多大概安尼。那么这个当然要经过真长的训练，所以跟演主师给讲迄个机关，就是叫咱锻炼这代志安尼。吼、哦，今麦来讲了如此吗？迄、那个恁若是有痴呆的人吼，恁加减要先参考。别个么先参考，把这个拿迄个因缘到古迹，咱看，看我要来教，还是学演主师专门来教，安尼，搁再给恁一团的教育，安尼，对这个个器官来教育一下。不过我甲注意讲一下吼，那是在家上要学，迄个一般的禅师是无物件通去学。我甲注意讲一下，但是一定爱先断读。我过去甲恁讲，应该断读爱断读，那无断读，那袂当变迄个境界，那袂出来。按了解吼，阿哥爱发大心，这个界性演主师那讲说，一定爱伫佛前发菩提心，吼、哦，爱断除淫欲，爱持斋修戒，要来学遐较会当。不过即马计教禅七个人，无计注重这个，伊无管你什么人，阿高兄、阿高师啊，伊拢无管你，来就是修，阿、啊、来就是教，所以袂当修出。讲今仔日学斋特别创啥个？说唔是安尼，现在教教的去打坐禅七道的明心见性啊？怎么可能呢？里面嘛太贵哦，这安怎样吼？这个一定爱有一番的修持，对佛法有一番的深造，对机关禅定有一番的造诣，安尼来学较紧，搁再重要迄个基础。就是头前一定要有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的心，安尼来较有可能变现出这个禅定的水准出来。亲像头八这个个这个八正道内底呢，一定要第一要有正见。第一正见，思维上伫生活含佛法无脱节，或者是思维上一定要有正思维。但是正思维了后，一定要有正义、正业、正明、正精进、正念，安尼起来固着，才当达到正定，安尼较有实际水准。如果今仔学法的人，你要乌白去禅七，你本来对佛法都无正见，那么什么拢免讲。哦，爱了解这点，所以平常时一定要多问，有多问，伫这个人生的关系佛教。道文甲这个大乘的根本佛法，安尼来要来入到这个戒定慧的定，较容易落实安尼。安尼来要发挥，就是发这地要生，安尼较固着，唔是讲凊彩教教。注意声记好，这不是给家注意讲过，所以这个基础要建立，破见贪、破非凡的非道德的代志，搁再来哦，一定要修忍辱行。搁再来，一定要精进大海胎，安尼来，这四条渡过了后，较会当入定、入禅定，
来卡入到这智慧法界开发安尼，这是必然安尼。但是这个六波罗蜜，第一用六波罗蜜主导，搁再来将来卡用六波罗蜜导他，这点一定系安尼。卡会当卡明心见性，见到无心法印。迄、那个无心法印就是明心见性，所以这个明心见性唔是亲像迄张通告讲，甲你加禅七，特别互你明心见性。那么不是这样子，唔是安尼啊。所以今来这卡，搁再来咱搁讲一个哈。以前来这呢叫单慧明，冰释诸缘无生一念，要叫咱大家哦。真正冰释诸缘无生一念，我甲你讲，这一定爱有一段修行的水准才有法度。要讲无生一念，差不多第一站尔，所以这个迄、那个禅学内底，较叫咱下生念，一定爱先念迄个叫呼吸想念，所以叫做素性。规个想念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了后佫对头去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念到你会当稳定，袂超过十一、十二、十三，哦。因为一般的人呢，这个妄想心会震动，所以甲绑咧，绑在迄个素识里，吼、哦，就甲算迄个呼吸。那么唔是安尼就有水准咯、哦，迄、那个就绑到一段时间，你对质算较窄，但是未搁再向唔掉去。迄、那个中间你未妄想，若是万一唔掉去起妄想，还佫对头来，安尼看看训练，训练到尾唔免素识，唔免素识，随识就好啊。随时就讲，譬如讲，你即马去呼吸，迄、那个整个意念想想好、想入、想好、想入，吼、哦，安尼随呼吸，到尾呢就唔通想啊。安尼来，即个时阵就会当冰释诸缘，无生意念。吼、哦，但是即个平常时如果若无训练，当然即个要叫无生意念吼，无、哦、可能。吼、哦，咱平常是可以安尼来训练。但是素识、修改、断音欲这三点，你若要搁家己练，来佛前发大心，讲我从今起要修禅定，将来为着智慧具足，开发智慧出来，要度一切众生安尼。先甲佛前发愿，那么好啊，就甲你保护，较袂让其他这个业灵甲你干扰，这个是必定爱安尼，安尼较会当训练到差不多三段。第一素识，第二随识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安尼训练过了后，随识想入出安尼，啊，到尾呢，伫咧中间较知性安尼，安尼来呢，较会当达到无生一念。所以即个若甲看，因为伊甲教出来了后，明亮久，慧能较甲讲，一段时间过咧，无生一念。所以真来咧讲，无念就是一切处无心。就是你平常时攀岩的每一个点，你拢卖起心动念，好，因为你经过素识、随识、知识过啊，那么这段中间发现空，差不多有迄种你的本心骗入整个虚空法界入去，迄个款的情形啊。好，真来底安尼哦，所以真来底讲一切处吼，一切处无心，无一切境界。就是敢若有虚空概念嘛，有虚空概念，所以无依需求，对自境界应无启动，安尼迄个中间就是无念安尼，所以讲无生一念，啊、哦，安怎吼？但是我为你说，你讲你先入到迄个无生一念的水准，我甲甲你讲安尼，所以伫遮中间。到底单慧明坐多久我不知道，因为看他平常是对这个机关有恶无，对禅定有恶无，那么明亮久，这就可能有一段时间，有一段时间慧明较加讲不思善不思恶，正莫那时是明上座本来明白的、哦、这段内容用文字甲注意讲，你若是可能你伫这个所在我那会加减啊，这个法安怎入就知影。迄个时阵，就是你慧明，但是伊个个尊称一个上座哦。
吼、哦，就是讲前人是尊称最高的位，就是伊个尊称，讲是你名上座的本来面目，啊、哦，安尼个看起来呢，这个慧明，第即句慧明该讲不思善不思恶，因为伊已经入境了嘛。迄、那个内底也无善心，也无恶心，因为骗去迄个中间应该伊即个心，迄、那个小我的执已经完全无去啊。那么伊较甲讲在嘛吼，吼、哦，所以慧明即个方辟起云，搁在讲安尼哈，一念不起，即、這个一念不起，就是我那啊，唔免所识，啊唔免想识安尼。无素质，讲无算迄个呼吸，佮再来呢，就是无想呼吸安尼，无去想呼一吸二一吸，所以较迄个中间都一念不起，已经知识啊，知识达到一念不起，迄个时阵十八界空，连身躯都空嘛，因为即个十八界六尘空、六根空、六尘空、甲六色空，安尼就是无一个我伫咧啊，应该我当初。迄种骗虚空，初心入虚空，亲像眼眼的造梦，应该差不多动物大通，差不多这种境界。哈、哦，在我经过这片的思维过呢，我当时有这种的情形，应该差不多安尼嘛，十八界空嘛，也无六根。今仔日你搁安怎坐哈、哦？如果哪个有一个我伫遮，安尼六根那个伫咧嘛？哈、哦，眼力必须心意那个伫咧。哈、哦，安尼无达到六处空啊，甲无六处空，就有六尘的问题。因为啊，佫直接讲，我人就直接坐，伫这个所在去坐，中间啊，佮我坐甚物会嘛？坐椅啊，这个外正常。所以这个那是十八界空，就是六根王、坐王、动入大通、动物大通啊。所以也无六根，也无六尘，也无六色，这个身躯就是菩提花果。因为身躯已经无去啊，唯有虚空界安尼，安尼就是心，就是诶，先就一种的灵智安尼。所以这个就是由禅定而智慧啊，迄、那个智慧破在地内生起来。所以这个爱阁经过一番的思维诶哈。希望这几段话吼，不生一念啦，变色诸缘啦，不思善不思恶啦，加。会当注意引起你的一种领会出来，你的一种领会哈。所以传心发了，这个不思善不思恶的绝善恶之思想，伊是安尼讲，哈、哦。但是这个不是绝善恶的思想呢，这个应该亲像眼眼动物大通的水准啊，啊、哦。所以这个传心发了讲安尼，问如何？事出三界，诸法善恶多莫数量，当初便是三界，便出三界啊。那有这个六根的存在，你就是伫欲界嘛，伫色界啊。那有心思意想，就是伫无色界。那是已经无心思、无我体的一个存在，你已经个人这个小我骗入虚空法界，这个就是。当初便出三界安尼，不过注意，这个是爱经过一段真长的时间训练，吼、哦，唔是安尼。我即马讲安尼，就会当坐王，啊，就会当动物大通安尼，唔是安尼哈。爱注意哦，但是我甲注意讲过，一定爱先头前海代志收拾好势，啊，唔是讲我来坐。想吃几天就会当安尼，不是哈？所以就我即马甲大家讲过，那是讲看到队伍计打相亲哦，唔免就安尼撞啦，无必要，无啦，收无物件啦。我跟你讲真正，恁迄个基础呐建立无开，收无物件。我讲听无？搁再来甲注意讲一个，一个女将伊学道家的温州天，抽砍天理温州天，到尾一点起结伫遮。艰苦三四年，这点气未落。问我讲，看要安怎这点气未落来？讲你先皈依，吼、哦！你做佛弟子有护法，给你保护，我给你教呢。到尾伊就无爱皈依啊，无爱皈依就搁转去，转去了后，咱嘛免甲教。
叫伊皈依，敢是足艰苦安尼？皈依了，互佛法来，我甲甲你教，佛法甲你到处哩。一点气吼，准结伫这个中心点哩。所以这云周天吼，这个思维安尼提安尼想想这个安尼，经过十二层楼，这个所在每入关啊，直直起来，安尼想安尼想，啊止。这个字要字经啊向上，啊，这个甘露较去下吞，吼、哦，这是道家的哦。可是伊都不爱听，不爱听，就伊等下到底安怎，我唔知道。因为伊三年来个艰苦，已经问有够济人啊，问袂当解决。迄嘛无，要讲处理，要讲简单，有哪真简单？啊，要讲麻烦，有哪真麻烦？就是你无心。即嘛，若是有这种的情形吼，你原在打坐，你整个想念，甲想在脚底咧。整个想念，迄点气就落啊！整个想念，甲想在担心脚底，甲集中在脚底，迄点气就落啊！安怎样吼？所以你若唔办哦，卖乌白二，啊卖去姜啦、电啦、断乌白，人乌白二，你要乌白加，你要乌白二，袂使是道家的，我那卖用。听吼，这点注意一下哈。所以真内底，这内容先煞家属讲安尼，吼，但是重要吼。重要不是要，迄个个像道家讲要啥呢？讲要采啥物莲，迄个个水火相济啦。重要是要定色自然，色度妄心，迄较重要。但是你妄心啦，色度哦，智慧自然会生，这是必然的。哦，那么卖去别里乌白家，恁即马迄个机关吼、哦。演主书记讲迄个机关，恁详细来听，因为伊个各破解平常时未接，拢总讲到到。来，本来面目是啥物？伊讲迄段中间，你若不思善不思恶，正莫那时，是明上着你个本来面目安尼。那么这本来面目吼，因为。发现本来面目，什么是你所发现的本来面目？安尼，即马即个我那在法义上爱甲诸位讲一下，但是因为后壁有一段，伊讲后壁有一段讲安怎呢？伊讲啥呢？金梦之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，迄、那个发现开悟迄个代志，都亲像人家啉茶啉水，到底偌烧偌冷，家己知影，吼、哦，唔是讲会出来。一杯茶，互你啉茶嘴，到底一杯茶偌烧偌冷，你本身知影，无啉的人唔知。所以在这个不思善不思恶，正莫那是明上者本来面目。那段应该是有那是只有单慧明本身知影。所以这个开悟的水准，不是大家拢相像，要注意哦。所以从这以后就对，到慧能大师以后，这个禅宗搁再分段分出来，分作五大宗，哦。分到五大宗了呢，每一个祖师和弟子所持个，甲伊揭开的这个开悟法，拢总无共迄个意思，无共迄个心意，所以这个情形呢，就传出来了，就无相啊。所以迄个就是各人传各人的情形，有的是语言，有的是用讲的，有的用语言，有的用讲的，有的用各种的暗示的。哦，即我平常时有那么加加减减，提出禅宗的公案，互诸位参考，安尼就知影。所以这段，咱即摆来甲讲讲，什么是本来面目？哈、哦，即、这个咱即摆来甲看哈，迄、那个修心观内底啦，因为即个我那用语言文字哈，诸位会记住，书跟团唯有语言文字。书给团，所以书给大众生，平常是重教育，达到迄个水准就要教较暗示安尼。所以真内底，咱有哪看修心诀，伊在语言上安怎讲？
讲了后，我阁揢出一段出来哈。伊讲诸法如梦，吼、哦，亦如幻化，故妄念本寂，定境本空安尼。伊讲啥呢？一切法亲像梦安尼。即句话就是个甲注意讲一个，咱人的六根以及六尘，或者是讲你人的心思重念，即六尘就十八界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一切法安尼。但是这物件是虚幻的物件，人事也是虚幻，那么这个物质也是虚幻咯。所以经内底讲，诸法如梦，亦如幻化。但是呢，诸位，那么咱人的妄念呢？妄念也是假啊！你妄想对某一个执着，照讲，迄、那个妄想心的基本是空性嘛？迄、那个就是即句话，拄含咱平常时计，甲咱睡眠烦恼，有那是菩提，体会看卖啊！所以咱人的这个妄念，本来有那是一个寂静的，伊的内底最究竟有那是寂静，吼、哦！所以讲尘境本空，诸法皆空之处哦。你来当体会，六尘境上本来是空相。就是物质是因缘生，缘起本空安尼。这两句话你家记好。缘生的物件本来空的，真境是缘生嘛？吼、哦，迄个真境本空哦，所以诸法皆空。你若会当彻底了解一切法皆空，就包括十八界拢总空，烦恼也空，菩提也空，有为无为皆空。那安尼呢？你就会当体会出迄个灵知不昧啊！吼、哦，这里就讲安尼哦。那么就是这个空寂的灵知之心，就是正正在你的本来面目。吼、哦，迄个空寂灵知，迄点心啦、啊、吼。即、哦、句话改成卖，家己要改是较歹改成啊。因为灵知咧，灵知要怎讲？灵知未讲者，用文字甲叫做灵知，但是迄个灵知也可以讲灵知安尼。迄、那个心灵上的本质，但是迄个生做安怎？未讲者。那么迄点心就是咱的本来面目安尼。哈、哦，所以有那是三世诸佛啊，甲历代祖师以及善知识安尼。哈、哦。密密相传，地法印。那么这个，就是咱头前有讲过，初祖传二祖，咱有讲到这段，啊，甲头前讲过，慧能表德。那么后来，这个个五祖个个印证，他讲的四句偈，吼、哦，有情来下证，无情吼。哦因地各凡生，这个在这头讲到这个意思，无情也无境，无性也无性。这句无性也无性是较重要，给讲到这，哈、哦。但是这个会记住咯，这个传承的在吼，在前前不离文字教化别传咯。第三世诸佛绝对有这个。咱凡夫俗子是学一挂文字，学一挂语言，变哪入凡。但是已经等到有入法，迄、那个因缘已经具足啊。看书安怎讲，你就传承得过。迄、那个就是书会、道会、依心、印心，诶，这个内在的建立，迄、那个不是用嘴讲的出来。但是下到食着蜜的情形，吼、哦，所以进来在讲三世诸佛、历代祖师以及天下的善知识哦。所以这个物件就天下善知识。较有可能，包括三世诸佛、历代祖师、天下善知识，密密相传，地法印也安尼。吼、哦，安怎样吼？迄、那个第三呢，亲像风地印数。所以这个呢，传承就是差不多的地主、地主人有一种的心境，拄啊会当体会诸佛的本源呐。安怎样吼？所以，如果呢，会当悟出这个心灵知，这个心呐，哈，这个心是非有非无，不离不离，哈，不来不去，会记住咯，不垢不净，这个心。
安尼就是所谓，就是唔免踏过一步一步，会推，就是讲你若会当开悟，就唔免踏头前这个渐次修的一步一步。哦，你也免什么叫四圣谛，也免什么十二缘起，也免是三十七道品，拢都唔免。但是话阁讲倒转来，你若无四圣谛、十二缘起、三十七道品，若无才会修为。无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那么你嘛无可能是安尼。但是当你开悟了，原来讲啊，这个和修无相关安尼。你开悟后，你就发觉这问题，你体会真本来面目，你讲啊，这个本来面目和修持无相关安尼。但是你这个头前一定有经过一番的修持，才有可能有这个水准出来。所以他说不免经过见不见开推，那么坚定佛地就一步会当到佛地，这个是他这样说了，这样说步步超出三界，归家顿绝义。不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平常时给我们说欢喜地的见到位而已，是还没到佛地哦，是开悟自性，将来较有可能见性成佛。不过伫遮吼，我甲咱提出一个问题，搁再甲大家注意讲一下哈。证悟成佛，毋是等于成佛。注意这点哈。虽然伊真内底了吼，真内底见顶佛地讲，你这条路径要爬去哩佛地是较急速，安尼较紧，毋免搁再摸索，因为见道啊嘛。见道是开悟自性啊，是。吼、哦，开悟自性，较有可能见性成佛嘛。但我即马甲注意讲一下，开悟自性毋是成佛。为什么我即马要甲注意讲安尼？因为有弟子计问我，讲啊，今仔日咱来去弥勒菩萨的净土，啊，搁再来算是证悟成佛，证悟成佛算是成佛啦。啊，那得搁再世世相行菩萨道，伊就甲讲安尼啦吼。我讲你可能这个问题吼已经唔对倒变去啊！我今仔日开悟自性了后，你因为你在见到位开始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一地搁在去练呢，爱搁在经过十地，大家发愿地广度无量众生到顶界，安尼来开当成就佛道的妙功呢。唔是你今仔开悟就是分呢，开悟自性见性较容易成分，安尼来讲较好。但是未开悟自性，你去修的，多讲就渐次行，一步一步看达。这个就是地藏菩萨、三贤菩萨，而这个叫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，这个就是一般的基础。但是今仔日在做书哦，在做书，会当来传承到这个法印啦，在祖师不是无张持的，因为承受的如来正法的法印，等于一个如来印数啊，这个绝对有无始劫以来有真用功修法，因为一定爱亲像《法华经》给讲，佛正将缘起，好、哦，一定爱安尼，无安尼绝对袂当开悟。伊今仔日会当开悟，伊就是修真济世真济劫，智慧较深的人，往白较薄的人，修了较急速；往白较重，吼、哦、比较较愚痴的人，修了较慢。但是这个有两个问题，一个是顺这个地入，一个顺彼入安尼，吼、哦、一个。所以这过去有捌甲咱讲，地行人。以及必行人，这两种的人吼，一未研究想讲要先开悟，那么这种的人，定初地就证无生法印嘛，吼，这个是安尼哦。那么这种必行人讲，我先要度众生，度众生呢，经过一段时间不要紧，我直直度众生。那么这种是由自悲心生入手，这种的人是到八地，
就是到不动地，迄、那个情境中较开悟证无生法。所以这个还有两段意思在这里，所以不是说任何一个人经过三遍位到这个三遍位到这个初地，他就开悟，要注意这点。所以这里有两种，就比和地两种的入手。比如说你今天就是说我一定要努力到先开悟，但是头前的三分要修，不免有哪爱有哪爱哦。所以这种例子讲，我要先开悟，因为开悟后，你本身就得到异性心。异性心就是讲，你要哪变现随在你，迄、那个叫做见道为证无生法。你要哪样？你要变任何一个物质，要变任何一个心灵，要变多变少，少变少，少变多，多变少。你随在你今日伫即个所在坐念了后，你要去对，安尼随时去，迄个证无生法印的水准，吼、哦，即、這个就是由地入手的一个个修学者。那么另外一种的比行人的人吼，伊到八地哦，伊较有当得力成心，伊有那原则一世一世个度众生，单个单个个度众生。那么即个单个个度众生咧，伊还阁未变现，伊就甲不同地界当变现。哦，这个就是有这两种的差别的咧，所以今仔日咱大家会去见哈，真来这是假讲。但是你要达到的这个个秘密相传，这个呢，伊甲咱讲先下先地识，较有可能。所以咱今仔日呐，还未入到这个先地识，最首先呢，嘛在对佛法深则较有一个正知见。对佛法，如果你无深则到一个正知见，第一，你自修未完整，就是你用比。要度人，你是一个比行人啊，可能也较无可能，也较未完整。所以今仔日就是比行人甲地行人这两种人，最首先落实有哪爱对十信位。十信位呢，较真真正正不疑如来见教，所以这个一定爱多闻。但是多闻，你今仔日一定爱下心明财，你就是要变现甲无量数。你有那心命才会向下，你就是要用大慈悲心要来度一切众生，用比行人，那么你嘛是原在爱安怎样呢？爱下心命在。你今日如果对这个执着的这个我，啊，跟你周边的五所，啊，佮有无量的未接，就是有微细未接，嘛佫真不讲。好，因为历代以来这个三世一切佛，伊就是看这个身故。基于上十足的看破，吼、哦，对起点一定爱安尼。不但身躯看破，寿命看破，寿数看破，生命看破，安尼来较容易入手。因为伊无接触这个身躯，佮无接触身躯周边的五所，安尼来呢，伊较容易落实。那是今日是注意你听，佮听无唔对，你安尼加减啊得法，可是你万年放不下。我以及我所完全未当放下，都亲像当初佛陀在生的中间有一个婆罗门教，掠一挂花去供佛，供佛的中间，伊即马伫佛陀面头前安尼行行，伊花唔甲放落，佛陀甲伊讲放下，因为伊要学佛陀怎讲，伊要献花，迄、那个身躯还佫有接一个，伊讲放下放下，即马即个婆罗门教即个倒手的花甲插咧。正手伊个唔擦，唔擦了后呢，佛陀搁再讲放下，伊正手搁擦了。但是伊两边的花拢总藏落啊，伊还佫唔离开。为甚物？因为佛陀阿袂甲阿乐，功德无量，阿袂甲阿乐，安听吼、哦。所以佮佮再佮讲一句放下，伊讲我都拢放落啊。伊甚佛陀到尾佮讲，你放下六根、六尘、六色安尼，现。伊较离开，所以这个就是更加注意客气。你那是对这个十八界你放不下，那么要证都是真困难。好，弥勒尊好，休息十分钟，好。